我是中央民族乐团乐队首席金月，今天非常荣幸的参与了这张专辑的录制。我这次在这张专辑里用了各种乐器的演奏来丰富这张专辑的曲风以及它的内容。我先用了二胡录制的主旋律，大家都非常熟悉二胡的音色圆润，然后就像人的嗓音一样非常的甜美。但是呢，在二胡之外呢，我又融入了高胡。高胡呢，就是我们的高音声部，它非常明亮，具有非常强的穿透力，所以说呢，也就是像我们在唱歌声中的高音声部。但中胡呢，大家就应该可以想象得到，那就是我们的男低音或者女低音，它更加深沉厚重，富有历史感。2010年，我首张电影音乐专辑《春秋战国》就是由龙源唱片出品的，也受到了很多各界朋友的一致高度赞同认同。所以这一次龙源再次推出这张新专辑，我又拿了这么多乐器来参与，所以说我是带着感情来录制的，也希望大家关注这张专辑，敬请期待。